2月16日是大年初一，贾静雯特意在微博分享一组三个女儿的萌照给大家拜年。照片中的姐姐无头妹抱着两个妹妹，笑容满面。姐姐丽 Maxi 虽然看不到正脸，但无头妹上扬的嘴角足以看出内心的喜悦。而在姐姐怀里的布布和波妞则一脸的呆萌，模样可爱极了。众所周知，无头妹和两个妹妹是同母异父，即便如此，三姐妹的感情也丝毫未受影响，时刻呈现在大家面前，也是其乐融融的画面，真是太有爱了。大年初一来拜年，祝大家2018幸福平安健康一整年，狗年旺旺旺。贾静雯微博中写道，镜头前布布身着浅色碎花旗袍，坐在凳子上凹造型，姐姐范十足，而趴在地上的波妞则穿喜庆的红色旗袍，一脸惊讶地看向远处，表情真是可爱炸了。波妞穿着红色小旗袍和红色袜子，喜庆的不得了，再加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一脸软萌的模样，真是快被萌化了。旺旺看后也忍不住留言，一家全是大眼睛，哈哈哈哈，波妞越来越美了，布布一如既往的可爱美丽，无头妹也好好看，布布波妞都好美呀，颜值太高了，好喜欢波妞小粗腿。